我被确诊肺癌的时候，看到了老公发给兄弟的消息，对老婆腻了，怎么办？后来我出车祸差点死了，他却跟家里的小保姆躺在我的床上亲热，我忍无可忍提出离婚，他自残求我原谅他。我被确诊肺癌，拿着医院的检验单回到家时，周川正在洗澡，他的客户打电话给他，我顺手就帮他接了。 挂了电话后，看到他给他兄弟发的信息，对老婆腻了，怎么办？我愣住，全身的血液一寸一寸冻结，我跌坐在地上，比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还要绝望。周川的所有密码我都知道，不过我很少看他的手机。我跟周川高中就在一起了，大学毕业后领证结婚七年。周川虽然穷，但一直对我很好。 每个月的工资都会交给我，自己留五百块在身上。而我为了他，在结婚几年后放弃了大公司的文员工作，专心当家庭主妇。他是跑业务的，今年他的业绩做得很好，赚了点钱。怕我做家务太辛苦，还请了保姆。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他竟会说出这种话。他对我腻了，我就像是吞了一把碎玻璃渣般难受，无法呼吸。 我翻前面的聊天记录，发现都被删掉了。有谁没事会去删聊天记录？不知道他平时都在跟他兄弟聊什么。想到了这里，我的心底就涌起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我听见浴室传来的动静，知道他洗澡好了，抖着手指把手机放了回去，爬上床，假装睡着了。 周川出来后，先是给客户回了个电话，然后在我身边躺了下来。他伸手抱住了我，老婆，晚安。我不明白，既然他对我腻了，又怎么能这么亲密的喊我老婆？他的脑袋蹭着我的脖梗，手臂抱着我的腰，我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忍了忍才没有推开他。等听见他的打鼾声，我才转过身来看着他熟悉的脸。 想起我们第一次认识的场景，当时我刚转学，班上的同学总是霸凌我，把我的校服扔在操场，还把死老鼠放在我的书包里。更过分的是，还逼我下跪。是周川挺身而出救了我，我们渐渐成为好朋友。后来他跟我表白，我答应了。大学异地恋，他家里给他的生活费本来就不多，他为了每个星期能来找我一次。 一日三餐都吃泡面，还去兼职打工，各种节日的礼物他也没落下。偶尔他怕我不够花，还会给我塞两三百块钱。冬天为了给我买一件质量好的羽绒服，去接了很多发传单的活，最后病倒了。他想省钱，也不去问医生，自己扛了过去。求婚的戒指是他攒了很久的钱买的，几乎花光了他的积蓄。 他家里条件不好，结婚后我们是租房子住的，我并不介意，想着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再苦再累都没关系。周川也很宠我，每天早上会替我做好早餐再去上班。冬天我怕冷，他会先把床铺睡暖和了再让我躺下去。我有痛经的毛病，他会整夜陪着我，替我换热水袋，时不时就带我去买衣服、护肤品。 而他自己衣服都洗的泛白，还不舍得买一件新的。他说要努力赚钱，让我过上好日子，还说这辈子只爱我，永远不分开。要是可以，下辈子也要跟我在一起。可他为什么变了呢？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。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周川已经去上班了。昨晚我彻夜未眠。 浑浑噩噩睡到了下午才起床，因为我觉得很饿，就让保姆陈雪多做几道菜。周川今天回来的比较早，进门就看到陈雪一边咳嗽一边在洗菜。他望向坐在沙发里的我，婉心，小雪发烧了，不能碰凉水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不搭把手呢？我愣了愣，我不知道陈雪发烧了。周川这个人一向很热心肠。 读书时，周围的同学出点什么事，他都很乐意帮忙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他这个人靠谱。可我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为了家里的保姆指责我。陈雪还很年轻，脸蛋充满了胶原蛋白。川哥，我没关系，还可以做饭的。周川走过去，接过他手上的白菜，我来吧，你去休息。陈雪转头看向我，笑着说。 婉心姐真是好福气，能嫁给川哥这么好的男人。我扯了扯唇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周川对我说：“婉心，这个鱼要蒸很久，太麻烦了，今晚别吃鱼了。”以前他没钱的时候，会省吃俭用给我买点燕窝吃。现在他有钱了，却嫌蒸鱼太麻烦，不肯动手。我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觉，只觉得堵得厉害。 我就是想吃鱼，周川顿时不耐烦了，看了我一眼。不是，我说，婉希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？我下班回来要给你做饭不说，你还挑食，自己又不会做饭。他的语气埋怨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累？你就知道躺在家里刷手机。我的脸色一白，而且当初明明是他让我不要出去上班，待在家里的。 也许是看到我的脸色不太好看，周川马上解释说：“婉欣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今天上班太累了，所以语气重了点，你别生气。”陈雪站在旁边，婉欣姐，你也知道川哥这个人口直心快，肯定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。我冷冷的看向他，我的老公我会不清楚。陈雪一副委屈的快要哭的样子。 低头说：“对不起，婉欣姐，我不应该多嘴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吵架。”周川皱眉，把陈雪拉到他身后，不满道：“婉欣，你今天太过分了！有什么火冲我来？小雪还发着烧，过分！一想到他发给他兄弟的那条信息，就像是一根毒针，狠狠扎在我心里。你只知道陈雪发烧了，你知不知道我一天没吃东西？” 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说过我不用学做饭的。还有不是我不想出去工作，是你不让我去。你知不知道我就快要死了？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，拿起包就往外走。从家里出来后，周川就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。我们很少吵架，不过每次吵架，他都会用尽各种办法哄我。我坐在路边。 看着前面三轮车上热气腾腾的烤红薯，想起以前周川来学校找我，大一的兜里总会塞一个烤红薯和一把糖果，他说怕我饿着了。我室友还笑话他，就跟我爸似的。那个时候我总是笑得很甜蜜，就跟捡到宝似的。寒风刮得皮肤发疼，我抬手摸了摸脸，才知道我哭了。我站了起来。 决定回去跟他好好谈一谈。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想要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我往回走，抬头看到一辆车笔直朝我撞了过来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身体被撞飞出去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护士说我很幸运，捡回了一条命。要是司机的方向盘再偏一点，我必死无疑。 但我伤的不轻，脑震荡，断了两根肋骨，右手骨折，还有很多外伤。他让我好好养伤，不然将来会落下隐患。我沙哑着声音问：“我的手机呢？”护士把手机拿给我，我解锁后看着干干净净的手机屏幕，脸蛋僵了僵。周川没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除了三天前的那四个电话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 我的心犹如坠入了冰窖。我失踪了三天，周川居然都没有找过我。如果我运气不好死在这场车祸里，他是不是也不会发现？我差点就死了，全身又很疼。此时心里十分脆弱，想着周川要是知道我出了车祸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忍着泛酸的鼻尖，拨通他的手机号码，想了很久才被接通，却不是周川。 而是陈雪，婉欣姐，川哥在忙，等他忙完，我让他给你回电话。说完也不等我出声就挂了电话。在他挂断的前一秒，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喘息声，下一秒他就发了一张照片给我。照片里陈雪和周川光着身体躺在我的床上，我的瞳孔一缩，手机掉在病床上面，手指紧抠手心，抠出血。 后面还有几条信息，婉欣姐，我跟川哥说床单的颜色不喜欢，他马上就去买新的了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对了，婉欣姐，川哥说我的皮肤就跟我的名字一样雪白雪白的，不像你，年纪大了皮肤很松弛，川哥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一个晚上没休息，难怪他都不要你了，你还不肯放手。 我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反胃恶心，一下子就吐了出来。怪不得他说腻了我，原来是因为有了别的女人，还是家里的保姆。护士急忙过来，以为我是脑震荡才会呕吐不止，还去叫了医生来给我检查。医生来的时候，我一直哭，哭得撕心肺裂，脑海里全都是过往跟周川的点点滴滴，每一幕就像是冷箭一样穿透我的心脏。 难受的想死，我不敢让爸妈知道我出车祸的事，朋友又都在外地工作，就找了一个护工照顾我。住院期间，我一直很配合医生护士治疗。丈夫出轨不是我的错，我不能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。出院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家，我跟周川必须要有一个了断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，就算是死。 我也要在死之前报复这对狗男女。打开门，周川看到站在外面的人是我，愣了下。婉欣，这么多天你去哪里了？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？你的脾气能不能改一改？又不是小女孩。他说到一半，看见我打着石膏的手臂，震惊又心疼地道：“你的手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冷漠的看着周川。 他眼里的紧张、关心并不是假的，换作是之前，我就信了。现在我只觉得他虚伪、恶心。他说他找我找的都快疯了，可这么多天，他总共就给我打了四个电话。他说过会永远爱我，我出车祸差点死了，他却跟家里的小保姆滚上了床。他的爱真可笑，真脏。我望着客厅，顿时就呆住了。 整个客厅的布置全都变样了，窗帘变成了粉红色，桌布也是粉嫩粉嫩的颜色。我的水杯、拖鞋全都不见了，变成了陈雪的东西。房子的钱是我爸妈出的，因为他们实在看不下去我总是住在租的房子，就拿出大半辈子的积蓄帮我们买房。装修的钱是我自己出的，我之前工作了好几年，也没有买过什么大牌，省吃俭用。 全都存了下来，周川就只买了家具。他挠了挠头，小雪说：“改变下家里的布置会让人心情变好，我想着也不错。这样你回来看到，心情也会比较好。”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周川最讨厌粉色，不想家里出现任何粉色的东西。而我为了迁就他，从来就不买任何跟粉色有关的物品。 这时，陈雪穿着睡裙从房间里面出来，我看到了她里面没有穿内衣，而且穿的还是我的睡裙。我愤怒的握了握拳头，她鸠占鹊巢的这么明目张胆。陈雪看到我低叫了一声，迅速转身回房间。我冷冷的扬唇，年纪小，心眼却不小。周川看着我战战兢兢的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婉心，昨天小雪把家里大扫除了一遍。” 忙到很晚，我就让他家里过夜了，不然回去路上不安全。见我沉默，他又继续解释道：“你别误会，小雪就是一个小姑娘，我大她八岁呢，就是把她当成了妹妹看待，想照顾她下。”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和离婚协议书，用力砸在他脸上。你也知道你大他八岁，周川，认识你这么多年。 我才知道你原来是这样恶心的人！离婚。周川低头看着地上的照片，脸色大变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有他跟陈雪光着身体躺在一起的照片，还是在家里。我很清楚陈雪的用意，她想取代我，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他做梦？周川慌了，婉欣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。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把他当成了你。我爱的人是你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再相信周川的鬼话？只是我跟他毕竟有十多年的感情，真要割舍掉，我的痛苦一点都不比他少。可他已经脏了，不再是我记忆中干净温暖的少年。我不要他了。你爱我会跟你的兄弟说腻了我，我会在我失踪了这么多天不闻不问。 会在我出车祸快要死了的时候跟家里的保姆搞在一起？周川紧张了起来。车祸？你什么时候出的车祸？我笑着流泪，心如刀割。就在你跟陈雪上床的时候，周川百口莫辩，他慌张的伸手想要抱我，我一把将他推开，别碰我。婉心，我跟陈雪就那么一次，我不爱他。 你要是不信，我马上炒了他，好不好？周川，你敢？陈雪站在房间门口，不知道听了多久。你明明跟我说，巴不得他别回来的，你早就烦死他了。说他动不动就耍脾气，又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每个月的工资都要交给他，在外面请朋友吃顿饭都没钱，弄得你很没面子。说着，他就看向我，笑得得意又歹毒。 还说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结婚七年了都怀不上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抬手扇了周川一巴掌，整个身体气得在发抖。我以为周川只是厌倦了我，没想到他会这么坏。怀不上孩子一直都是我心里的痛，也没少到处去问医生吃药。他之前还总是安慰我说没有孩子不要紧，他有我就够了。怀孕太辛苦了，他舍不得我遭罪。 可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幸好我没有告诉他我患有肺癌的事，否则他跟陈雪肯定会想办法霸占我的房子。我走到桌边，伸手抓住桌布，用力一扯，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砸在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这个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装修的钱是我出的。你带着你的家具，跟这个女人一起滚出去！ 凭什么？先跳脚的人是陈雪，他怒视着我。这个房子周川也有份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拽住他的头发，在他的尖叫声中将他按在桌上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打你吗？我冷笑，因为你还不配我动手。陈雪就像是疯了一样要朝我扑过来，不过他的力气没我大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跟川哥在一起好好几个月了。 他说：“今年会跟你离婚，娶我。你”你你闭嘴！陈雪，周川急了，他冲了上来，从我手里拽走陈雪，打了他一巴掌，然后推倒在地上。陈雪狼狈跌倒在地上，捂着脸，难以置信的看着周川：“你打我！你居然打我！我没兴趣看这对狗男女在我面前表演。”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书，递给他周川。 签名，周川看向我不，不断的摇头，不可能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说完，他就跑了，陈雪追了出去。我看着陌生的家，往后退，跌坐在沙发里，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擦干眼泪，振作了起来，开始收拾整个房子。先是把周川和陈雪的所有东西打包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。 再把每个角落打扫消毒了一遍，然后找师傅把家里的锁换掉，最后叫搬家公司的人来把他买的那些家具送回去他父母家里。周川不肯签字，我直接就找了律师诉讼离婚。我手上有他出轨的证据，他不想离也得离。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我爱，我要他完完全全退出我的生命。 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，接着发信息给双方的父母和朋友，说我跟他离婚了，算是彻底跟他划清界限。这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请问是徐婉欣徐小姐吗？我是。对方说他是上次给我做肺部 CT 检查的医生，很抱歉，上次您的检验单弄错了，您没有患肺癌，很健康。我整个人呆住了。 好半天说不出来话，我没有患肺癌，是健健康康的，也就是说我不用死了，只是一场乌龙。我高兴的去商场买了一个一千多的包包，以前的我不敢乱花钱，现在的我只想对自己好一点。我身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右手骨折需要去医院换药。医生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问道。 身上的伤口恢复的怎么样？已经痊愈了，接下来就是祛疤。我看着坐在对面的男医生笑了笑，顾医生，你还记得我呀？顾青舟是我的主治医生，我住院的那段时间，他特别照顾我，能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。顾青舟勾了勾唇角，你车祸醒过来的时候哭得很大声，我很难不记得。我顿时有些囧。 不敢接话了，心想当时的我肯定哭得很丑，才让他印象深刻。换好药，我离开医院，又去附近的小超市买了点菜和水果。出来十天已经黑了，我站在路边拦车，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前面，是顾青舟。上车，我送你。我受宠若惊的摇头，不用了，顾医生，我打车就好。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手上的苹果掉在地上，因为我只剩下一只手拎东西，有些吃不消。顾青舟下车帮我捡起苹果，然后打开车门，上车吧。高峰期不好打车，我觉得他一片好心，我再拒绝就矫情了，只好上车。到了我家楼下，我道谢后下车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眼前蓦然一阵发黑。 我连忙扶住了车门，才避免摔倒。见状，顾青舟立刻下车，绕到我这边扶住了我。你的血糖比较低，容易晕倒，我送你上去吧。我晕乎乎的，被他扶着上楼，进了屋，他让我坐在沙发里休息。我闭着眼睛睡着了过去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闻到了一股食物的香味，醒了过来。顾青舟看着我说：“你的手做饭不方便。” 我顺便帮你煮了碗面，我连忙站了起来，谢谢你，顾医生，太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。顾青舟没有要逗留的意思，我送他出去，刚打开门就看到周川站在门口，他震惊且受伤的质问我：“老婆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家里？”我没想到周川对我还不死心，冷声道：“跟你没关系。” 周川上前拽住顾青州的衣领，怒吼道：“你敢勾引我老婆！”他抬起拳头就要朝顾青州打下去，但并没有打中。顾青州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力气却不小，他躲了过去，将周川甩在地上。我看得胆战心惊，上前问顾医生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顾青州摇头，伸手指着地上的周川，像个男人一点。 不要再来打扰他！我怒视着周川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周川，你就等着收离婚判决书。你给我滚，滚出我的生活！再来打扰我，我就把你出轨的事告诉你爸妈。先前我并没有把他出轨的事告诉他爸妈。倘若他再这样纠缠我，我肯定不会顾及他的脸面。周川看了看我，狼狈离开。 我跟顾青州解释了下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他听完没说什么，好像对我的事情有所了解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让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他走后，我回到屋内，看到了餐桌上摆着的面。顾青州煮的面跟周川煮的面不一样，周川总是放很多的食材，味道复杂，而顾青州的煮的面就只有青菜和荷包蛋。 就跟他人一样，看起来干净又温暖。我的右手痊愈后，就开始找工作了。不过我太久没工作了，又一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很多公司都觉得我跟社会有点脱轨，面试了几轮都没有被录用。心灰意冷的我发了条朋友圈感叹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了顾青州的电话。我有个亲戚，家里是开公司的，需要招聘文员。 以你之前的工作经验，我想是可以胜任的。你要不要去面试看看？我惊喜的问：“我可以吗？”顾青舟轻笑，对自己有信心点。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鼓励。我调整好心态，就去他亲戚家的公司面试了。很快，对方就给了我回复，说我通过面试了。我很开心。为了答谢顾青舟，我请他吃饭。 服务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姨，她笑着跟我说：“你男朋友长得很帅。”我们不是，我顿时觉得很尴尬，低头喝水。顾青舟却突然握住我的手，我抬眸对上他炙热的目光，眼睫毛一颤。徐婉欣，我喜欢你。我睁大眼睛，紧张到手心出汗。当初我和周川在一起的时候，并没有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 我顾青舟打断我的话，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。我知道你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对爱情可能失去信心了。我会等你的。短时间内，我确实不想再碰感情，只想努力工作，好好生活。哪怕顾青舟在我眼里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那天晚上之后，我跟顾青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偶尔会联系，聊彼此的工作。 不会很频繁，也不会疏离，就像是朋友。周川婚内出轨是事实，证明我们夫妻的感情已经破裂。法院出具了离婚判决书，正式离婚后，我如释重负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向前看。这天，我刚准备去上班，一走出家门就被打晕了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。很快，我就认出来了。 这是我跟周川以前租的那个老房子，还是那样阴暗潮湿。周川见我醒了过来，立即就把放在床头的鱼汤端到我面前。婉心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鱼汤，很营养，你快尝尝。我扶着脑袋坐了起来，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起床想要走，周川拦住了我。蓦然间，他手里的碗摔在地上，我以为他会发火。 但他没有，他跪了下来，抱住我的腿。婉心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背着你跟陈雪发生关系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不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。周川哭出声，婉心，我爱你，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呀、啊。我低头看着周川，他瘦了很多，眼眶发黑，下巴的胡渣也没有刮干净。 身上的衣服像是好几天没洗似的，透着股酸臭味，十分邋遢。我抬脚踢了踢他，滚开！以前我就是被他这副深情的模样给骗了，现在的我怎么可能还会再上当？何况他的纠缠只是不甘心，不是真的爱我。周川仍是紧抱着我的腿不放，我求求你再给一次，我不能没有你，老婆。 你知不知道失去你的这段时间我过得有多痛苦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抬起手臂就割了下去。我错了，我惩罚自己给你看好不好？说完以后，又朝手臂割了一刀。我呆住了，下意识往后退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周川是这么极端的一个人？真是个疯子！周川，你把刀放下。 周川的手臂在流血，他却毫不在意。他自言自语似的道：“老婆，你记不记得高中放学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一起回家？你怕黑，我就背着你。当时我就在想要一直背你到老。”他的哭声越来越大，“老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我闭了闭眼，周川，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完了。 我不爱你了，周川难以相信的瞪大眼睛，面容也扭曲了起来。不会的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肯定还是爱我的。我不信你不爱我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你还是爱我的。说着，他就扔了刀朝我扑了过来，把我压倒在床上，开始脱我身上的衣服。婉心，我爱你，我要得到你。我很害怕，拼命的挣扎，放开我。 周川，你放开我！周川魔怔了一样，胡乱的亲我。不，我死都不会放手。我以为周川出轨已经够刷新我的底线，现在他竟然想强迫我。在被他扯掉上衣的时候，我绝望极了。混乱中，我听见了巨大的动静，紧跟着周川就从我身上离开了。顾青舟冲了进来，他急忙用被子盖住我的身体。 后面还有好几个人，一把将周川制服。顾青舟一直联系不上我，就报警了。我刚才被周川吓到了，他刚伸手过来，我就条件反射的大喊道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！”顾青舟还是抱住了我，声音温柔的安抚我：“是我，婉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全身抖了厉害。 紧紧的攥着他身上的衣服，想要在他身上寻找安全感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平静了下来。青舟，是我，我在。我的眼角划出泪珠，呜呜的哭了起来。顾青舟抱着我，摸着我的头发，一遍又一遍耐心的安慰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周川想逃跑，不小心从楼梯滚下去，撞到了脑袋，变成了植物人。 我想，这应该就算是报应了。陈雪知道周川出事后来找我说，她肚子里怀了周川的孩子，是我害周川变成植物人的，所以要我拿一笔钱给她，不然就不放过我。我知道她跟周川在一起不是因为多爱他，而是为了钱。我当然不会受他威胁，警告他要是再来找我就把他当小三的事发在网上。陈雪狠狠瞪着我。 我看着他狰狞的脸，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我的那场车祸。当时路边也有其他人，却偏偏就那么巧合，那辆车就只撞到了我。我赶走陈雪后，就开始调查我车祸的事。不过我的能力不足，根本就查不出来什么。求助了顾青州，想要他帮我查查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过了一个星期，顾青州就说查到了。 原来那天的车祸不是意外，是陈雪故意找人来撞我，想要我死在那场车祸里，这样她就可以周川在一起霸占我的房子。只不过她没想到我命大，没死，真是丧心病狂。而且她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她的谎言。为了钱，我简直恨不得马上去找她，撕了她。但最后我还是冷静了下来，打她一顿没什么用。 我要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把顾青州查到的证据交给了警方，很快陈雪就被抓了，证据确凿，他被判了刑。两个月后，我跟顾青州正式在一起了，因为他又跟我表白了。这次我没有拒绝他，我只是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又不是丧失了爱人的能力，所以我应该勇敢一点。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，他笑笑说。 我当医生那么久，第一次看到病人哭得那么可爱。可爱，他居然会觉得我哭起来很可爱。可我当时太伤心了，只顾着哭，都没去看他是什么表情。我有些尴尬，抬手假装要打他，却被他抓住了手，拉进怀里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像是要跳出身体。我跟周川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我紧紧的抱着他。 顾青舟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顾青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。确定关系后，我才知道我上班的公司是他家开的，压根就不是什么亲戚。而他很喜欢医学，就去当了医生。顾青舟家里虽然很有钱，不过他从来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，谦虚温和。顾青舟始终很尊重我，他的涵养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 偶尔我们会吵架，他就会跟我讲道理，不会刻意迁就或者讨好，我也总是被他说服。他带我回家去见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也没有因为我结过一次婚就看轻我。交往两年后，他跟我求婚，我同意了。我们的婚礼浪漫又温馨，令我永生难忘。结婚没多久，我就怀孕了，我很惊讶。 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拥有自己的孩子，这也足以证明是周川的身体有问题。我很健康，怀孕后，顾青舟也没有要求我必须待在家里，他尊重我的意愿，说我想工作就继续工作，实在撑不住了再请产假回家休息。怀孕期间，我的妊娠反应很大，顾青舟一直都很细心体贴的照顾我，给我泡脚、按摩。 没有半点不耐烦，我很幸运遇到了他这样的好男人。到了孕晚期，肚子太大了，我才没有去上班。有次我无意间听朋友说周川醒了，但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，应该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。他托朋友给我送来一封信，信里只有三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里面还有一条金项链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有次我跟他一起逛街。 看到这条金项链很喜欢，只是太贵了，我舍不得买。周川当时说将来赚到钱了就会给我买，后来他赚到钱了却忘了给我买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喜欢这条项链了，我把信和项链一起扔进垃圾楼里。次年，我平安生下一名男孩。